朋友们好，永娟在去年12月开车来到苗栗县西湖乡欧哈纳咖啡屋，浪漫紫色的氛围，这是我第二次现临园区，深刻地感受到老板的用心，这回把园区都录影咯，制作成影片，欢迎订阅分享。逛完欧哈纳咖啡屋，顺便到附近五龙宫参拜妈祖娘娘。朋友们好，记得订阅我的影片，分享、按赞、点按小铃铛，感谢你。